简单的造纸开始。这树皮是半衬，没有人搞它的树皮。干什么？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把它放到水里泡了。怕死了呀？好吧，一天还不够吗？够了。先下来用草木灰。这年头哪有草木灰啊？我爷爷奶奶太麻烦你了，算了。倒点漂白剂。Meanwhile。这一坨像粑粑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刚刚打出来的浆了。加水，直接放进去。再把这个网放进去。接着我们把它晾干就好了。这纸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把它接下来看一下。这个纸是不是有点太过粗糙了？好厚啊！这样纸能写字吗？这样子，我来试一下。我感觉我需要一支记号笔来写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好难写呀，这个太粗糙了。老板。这是我用今天买来的纸浆做，这个相对而言就比较白一点，但是啊也很厚。我们这次再用毛笔试一下。这个纸确实是真不好用，有这种感觉，古代人非常的强，因为他们做的纸，尤其是那种宣纸是很薄很薄的，而且他们可以在上面写字，很丝滑。古代人民真强大。实不相瞒，买来了一副光尺。哇，耶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好东西都是需要自己精心创作出来的。你确定你创作出来？接下来我们就用胶枪把这些画印上去。你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怎么样啊？没说，烦死了！一幅旷世奇作《太阳花》，就站在该拍摄地点了，就卖它1000万。现在只要给你打个5折吧，5000。大家都好抠啊！怎么回事？我1000万的画作有问题吗？老板，这画怎么样？想不想买回家？想，5万块钱，现在就接，立马就要。据说绿纸这个东西，他妈可乐都变成透明了。作为乌托公司优秀环保大使的我，跟仔仔决定2000绿纸有里程内需要过滤的水。你们在想什么呢？这是一瓶路边随处可见的脏水，现在我们要用水。检测笔检了一下它的水质，看一下它这上面背面肯定有说明的呀。稳定了，768，740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制作我们的滤水装置。OK， 装置完成。已经有一点水，这瓶8年的矿泉水，看起来可是比刚刚的清澈了很多呢。现在我们来测一下水质，161，100是纯度比较高的，可以饮用的。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我们日常的饮用水确值是多少，16，那也差太多了吧？哇，没想到忙活了这么半天，这个水还是不能喝。经过滤纸滤过的这个水，已经比很多人喝的水好很多了，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大家保护水。古风都非常的普及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搞点不一样的。普通的话就已经满足不了我了，我决定女扮男装。这是我在网上买的一套侠士汉服啊，我还买了这个斗篷，酷吧？因为本人的化妆和拍照技术实在是有限，所以我决定现在去人家的店里去化妆。不好意思，本公子现在就要进京赶考，对哦。我就是京城的贵公子，不需要改。这就又显得我有没有高了一点，感觉自己有1.8米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找不到男朋友的女孩子不用担心，只要88888就把男神带回家，你就是你自己的。百万糕点是教你制作夹心饼干小蛋糕，首先需要一双巧手，接着让你吹一口仙气，然后就做好了。
取出至关重要的夹心饼干，对它们尽情蹂躏。这个就叫专业。黄油隔水融化后，倒入夹心饼干中，搅拌均匀。拌好的夹心饼干放到蛋糕杯底部压一圈，放冰箱冷冻30分钟。吉利丁片放牛奶隔水融化，取出冷藏好的淡奶油，倒入白砂糖打发至流动，把吉利丁奶液倒进去搅拌均匀，接着倒进蛋糕杯里，放进冰箱冷冻4到6个小时，挤点奶油，再做点装饰。奶香加好料，蛋牛单吃也超赞。中层的蛋糕因为安加蛋奶油的加入，口感绵软，奶香浓郁，你一口下去幸福感爆棚。我的夹心饼干小蛋糕简直就是超级哇塞，百万糕点式的夹心饼干小蛋糕，你学废了吗？这一期可能会有点恐怖哦，因为我要做一个跟我身体一比一的人形果冻。大致步骤呢就是先做了一个是不是很简单？走起！首先要给我做个四肢。那看来我想喝水。什么？我想喝水。好痒啊，好多，受不了。啊，我现在好凉凉啊！这事儿不先热气。我花了一个下午。衣服你看都毁了，就叫他那种这样的。90%就朝着这张美丽的脸，特地准备了我的男神。完成了模具制作之后，现在就让我们去做果冻吧。像我这种美丽的人，身体的颜色当然也是粉粉的啦。点个小心心，下个视频带你们看脱模后的成果。经过两天风干，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脱模吧。哇 ，OK， 脱模。怎么脱模呀？我觉得直接给它卡过来就对了。哎呀，看这个残忍的女人。对，好甜啊，是感觉在吃塑料。我来尝尝上面这个粉。这个还不错哎。我尝尝。对，好奇怪。这么一看，整体还是效果非常 OK 的。人体果冻算是圆满完成。鉴于我的人体果冻做的非常的完美，我们现在把它分给同事吃。